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。我们今天开箱的东西，一样是我们的八月新的精品。这次开箱的是我们的背吉他，它的姿势非常帅，跟我有87分像。请注意表现。好，这次是我们的万普出品，这边一样有 logo。然后这次主要的特色就是说，它有战锁，它裤子这边有钢。做的还蛮棒的，再来就是它的这边一个战斗医生这里，不过它是做那种钥匙圈，然后这只我也是在桃园的南崁铸帽子买的，这只现货价900元。不要讲废话，我们直接来看一下。好，这只背景台就这么大，然后里面的零件拉开来。就是一个身体，一颗头，因为它这次就不是底盘，就是固定球，那个脚架，再来就是它的那个钥匙圈，战斗仪，好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零件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外加钥匙圈，啊，我们就把它组装起来吧。光组装都很简单。非常简单，只要三个步骤：装头、装脚架、行。好，这是我们组装好的达尔，这是我们的背吉他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其实相当的巨大。如果以我的脸来比的话，它比我脸还高。这跟我一开始预期的差不多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刚抓的，请对焦好吗？谢谢。它将近快30公分，这只有28公分大。其实它跟布罗利插起来差不多一颗头，差不多有一颗头。再来就是说它一些衣服上的破损，然后还有那个身体上的战损，其实都有做出来。像最显眼就是那个扣带这两个坑，然后这边洞也有一些战损，这边有一点战损。脚这边一样也有，然后手臂这边一样有，然后他的手套呢看起来就是旧旧的，这鞋子也是，然后再转到他的背后，他这边衣服有一个破洞，反过来加也三五节破坑，然后他的那个背肌，他的大腿的肌肉、小腿的肌肉，还有他的那个欧美翘臀，都是有做出来的。那这些肌肉线条其实我觉得是加分的啦。再来就是他手臂都是肌肉，刚开始我看他的盒子，他这个手臂的肌肉我看了，我以为他做的是还蛮紧绷还蛮突出，可是我刚拆箱完看了这个肌肉线条，我觉得他做的就是刚刚好。我刚刚又稍微瞄了一眼，他这个衣服他有做深浅的那个色调，这边像这边就有一个深浅的色调，像这一横就是黑的，然后这边是蓝的。然后我刚看到一个非常酷，就是它这边有腹肌，这边还有腹肌。那背吉他是几块腹肌，我就不多说了，跟我的腹肌一样吧，差不多8块。再是它的头发，它虽然头发不是做那个超级赛亚人的那个造型，这是它的普通形态，不过它这个头发其实做的蛮棒的啦，还原度其实蛮高的。然后这个其实还蛮尖的，所以给小孩玩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让他刺到了。那最后再跟大家补充，那这个战斗仪是这样，一个钥匙圈，然后它这个上面还有一点字体，也不算字体，一些图案，就好像是正在使用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可以真的这样靠在上面的话，我觉得真的觉得蛮帅。就是很还原以前七龙珠，我们达尔带着这个战斗仪在侦测我们悟空是真的有22K 的时候的那个感觉。好，我们来做最后的总样。其实贝吉塔整体上来说，我觉得蛮棒的。然后它比较有特色就是它那个战损，这些战损啊，战斗过痕迹啊，然后它这个肌肉线条就是那种很壮很壮的感觉。
以我的角度来说，900块买这只达尔的话，我觉得蛮值得买的。舒服，买起来就是舒服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可以帮我一赞，并且分享我的影片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。想第一手看到影片，不要忘记要点开我的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帮我们的猪帽子点个赞。猪帽子的粉丝团网址我会放在下方。我是好的。